विशेष आत्माओं को ही एक द्वारा तीन संबंध प्राप्त है, एक ही पाप भी है, शिक्षक भी है और सतगुरु भी है। अनुभव है ना पाप के संबंध से वर्षा भी दे रही है, पालना भी कर रहे हैं। वर्षा भी देखो कितना ऊंचा और अविनाशी है, लेकिन आप बच्चे We Brahmins have this amazing 有这个惊人的幸运福气，也就是与神有直接的联系。想想那些一直在不断地寻找神的人，想要体验神的爱。是的，在 Bhakti 膜拜中，神会给他们一些爱的回报，他们绝对是真诚的奉献和膜拜。但当然，与神有真正的关系，我知道的，也就是我的思想与他联系，并到达他，作为回报。如果我把我的心智保持精微、干净、清晰，我就能够从他那里得到回应。这是一种非常非常不同的体验。我们 Brahmins 拥有这样的幸运福气。根据戏剧，我们从来到爸爸身边那一刻起，我们就一直拥有这样的幸运福气。爸爸就给了我们这样的机会。但是现在就想象一下，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我们可以继续体验这样的一种体验。这实际上不是一辈子的体验，而是在整个周期、整个卡巴中只发生一次的体验。这是如此不可思议、神奇的幸运福气。我们体验过神是我们的父亲，在这种意识中，我们知道我们从神那里得到的珍宝财富，神给到我们的财富是不可思议的，它是不朽的，它是绝对不可动摇的，它是神圣的，
所以那这个财富这个性质是什么呢？这个是幸福的财富。我来到爸爸身边，爸爸属于我，我属于爸爸，作为我的父母，我可以说你是我的。在这段关系中，爸爸也就是完全的敞开他快乐的财宝库，他用他的财宝库祝福着我。所以记住你童年时代的日子和你当时体验的幸福。但有时候他会在我们的 sanskar 的云雾中迷失，但现在当我听到爸爸的 muni 时，他会在我的心中浮现出令人惊讶的幸福的财宝库，所以要去体验并且保持那种快乐，这样他就在你身边，无论你遇到谁都能够从你的眼睛、脸上、言语、行为中看到这样的一种快乐，而且你也能够跟他们分享这种快乐。然后第二种关系我们跟爸爸所体验到的呢，那就是至尊导师。你知道在学校我们曾经认为这个老师是如此的好，如果我能够被分配作为这个老师的学生，那是多么好啊。现在这位老师是不可想象的，我从来没有想过神可以成为我的私人老师、导师。爸爸也为我打开了体验的大门，知识的海洋已经提供了这么多的知识，想想你现在能够理解多少。以前是一团迷路，但那个时候呢，是对很多东西都是完全不清楚的。最重要的是我明白了过去、现在和未来，在某种程度上让我明白了全球的全部的过去。我知道我们曾经在一起，在 Satyu， 在黄金时代，这给我带来很多快乐。而我现在是的，我是神的孩子、神的学生、神的门徒、神的子弟。我不喜欢追随者这个词，但门徒这是一个不错的词。当然神是我的伙伴，当然我也想让神成为我的爱人。所以现在我有机会和神建立所有这些奇妙的关系，同时在未来，是的，我神人的生命正在向我招手，它不再那么遥远了，只是一跳一跳的距离。从字面上看，现在已经离我们不远了。我知道那些和爸爸已经40多年的人会认为，我们一遍又一遍的听了狼来了这个故事，那个不是事实。我要说的是，那个时候我认为它是一个事实，但现在我明白了，神给我的智慧要深刻的多。我知道我们还没有准备好，时间还没有准备好，神的任务还没有准备好，但现在我认为一切都已经就绪了。所以在短时间内我展望未来，他就在我面前。所以我感谢神，感谢爸爸让我明白了我的过去，我最初的过去，我现在和未来。同时也涉及到日常行为，我现在的处境是这样的，我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到这里的，是什么把我带到这里来的，让我回顾一下我自己过去的故事。这是我发现不容易的或者不愉悦的情况，但我看到我过去我自己的 sanskar，
我的行为以及我的所有活动把我带到了这里今天，但我也知道爸爸给了我胜利的祝福，所以现在当我参与这场战争的时候，我希望我能够记住我的胜利。那并不是遥远的未来，那是明天，也许是今天的结束，但现在我必须负责，这不是别人的错误或者责任。在这儿无论我想什么、说什么、做什么，肯定是把我带到这里。因此，理解过去、现在和未来，不仅仅是全球的周期，也是因果业力的哲学。所以，我知道我今天为什么在这儿。我知道为什么这些情况在这个时候存在。我有责任，但同时我也知道，在爸爸的帮助下，过去可以成为过去，画上句号。今天可以开始新的篇章，新的开始。我不能再提过去的往事，我必须专注于现在，因为我的现在是最重要的，它将创造我的未来。所以爸爸解释了过去、现在、未来时间三个方面，这是不可思议的，因为我现在知道了今天我要做什么，这是完全的清楚了，非常的清晰。它与第三种关系有一点点的联系，我们是看着第三种非常重要的关系 Satguru至尊导师的 Srima 崇高的指引。我真的在每一步都有遵从 Srima 吗？我怎么知道我没有遵从呢？因为事情有时候有些轻微，我不总是知道，我总是确定。我有感觉有数百万的收入吗？我是否有觉得我的财宝库已经满呢？我是否有觉得，是的，我有从爸爸那里得到了一切。如果我觉得所有这些，那这条线很清晰，我在 Srima 中，不然的话，我就得要检查我自己。我的一个小我自大，我的这个意识从哪来的？你知道吗？在这种情况下，我更清楚。那这是实际的一个情况，我要去处理的，因为爸爸在上面，我现在在这里处理问题。那第二，别人的影响，巴尔玛，我和谁很亲近？是什么影响了我，让我远离了、脱离了爸爸让我做的事情呢？所以 Srima 那在每一步当中都会积累数百万倍，在我前进的过程中有巨大的幸运福气和巨大的喜悦。我觉得我在前进，在体验着天使的境界，未来的神人的境界不远了。 Om Shanti。